公元460年，一个名叫谭耀的高僧站在了山西大同附近的五洲河边，眼前的灵山秀水使他欣喜万分。他将奉旨为兴盛的北魏王朝建造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是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个转折点是北魏文成帝的登基。文成帝上台后继承父亲的遗志，大力扶持佛教，即位之后把损坏严重的土木工塔用石窟代替，破坏严重的供养泥人铜人等都用石佛替代。鲜卑人乐意支持这种全用石头建造的工程，是因为他们从祖先起就有居住石屋的传统，另外他们想用石头这种坚硬载体使自己的民族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于是文成帝在政治、经济、军事都处于最佳状态之际，竭尽国家的财力，把民族的心态寄托在了宗教文化的建设上，一个功垂千秋的云冈石窟就这样应运而生。云冈的石窟不同于古人所居住的岩洞或洞穴，也不同于供人观赏的自然溶洞，它是人们为了满足一种精神需求而开辟的一种宗教活动场所。人们选择风光秀丽的灵岩圣地，在山崖岩壁上开凿洞窟，建造佛像，是一种体力劳动，更是一种精神生活。云冈石窟顺应着时代的要求，当时在高僧法果和尚提出皇帝即当今如来之后，龙颜大悦的皇帝萌发了要与佛陀合二为一的想法。文成帝大兴佛教，高僧师贤谭耀等人复出后，明白政治对佛教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谭耀奉旨开凿云冈石窟时，决定开凿5个大型的洞窟，并在其中刻大佛像以造声势，从更大程度上弥补鲜卑人的自卑心态，使他们感觉到鲜卑人才真正是顶天立地的国家主宰。而在此前还没有人开凿过如此大型的洞窟。云冈石窟西部的第16至20窟被后人认为是谭耀开凿的5个洞窟，史称谭耀5窟。他们开凿于公元460年，被认为是云冈石窟的第1期工程。窟内雕刻有5尊大佛。谭耀经过反复的思考后，他从一个僧人的角度为北魏的5个皇帝雕刻了石像。
第十六窟的佛像高13.5米，外壁上雕刻有千佛，他英俊威武，气。他高15.5米，胸前有蛇形的衣饰，下身穿着长裙，具有浓厚的异域情调。十九窟这尊佛像细眉长目，直鼻方口，两耳垂肩，面颊丰润，整个佛像气宇轩昂，面容慈祥。高13.7米，两侧原来雕有两尊站立的佛像，但右侧立佛现在已经坍塌了。正中主佛像高大突出，体态丰满，大佛嘴角微微上翘，显得深沉而含蓄，头部稍稍前倾，目光下视，使世人能感到佛的亲切。造像还融入了民间的审美观念，典型的是两耳垂肩的造型。这种造型在以前的佛像中并没有扩大到垂肩的程度，但民间流传着三国时刘备有两耳垂肩的佛像，工匠们就凭借想象把它艺术地嫁接到云冈石窟的佛像上。昙曜五窟是单纯的圆顶窟，平面为马蹄形，与中国建筑中的平顶窟迥然不同。五窟若采用汉族的殿堂式结构，是无法解决塌方冒顶之灾的。圆顶窟可以承受很大的压力而不会坍塌，自然是最佳选择。同时，它又很像先辈祖先曾经居住过的洞穴毡房。鲜卑是一个文化基础较薄弱的民族，在取得了政权统治了大半个中国后，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卑感始终交织在一起，心态无法平衡。昙曜与众造窟者用开凿云冈石窟的方式平衡了他们的心态，从而获得了北魏政权的支持。1公里的石壁上记录着一代皇朝已经消失的足迹。千年以前，这里曾经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对北魏来说，云冈石窟当时是一个浩大的皇家工程。古代地理学家郦道元这样描述它：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势法所稀，山堂水殿
烟似相望，这是当时石窟盛景的真实写照。来自北凉、大同当地的工匠，甚至包括来自斯里兰卡的佛教徒，都参与了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艺术创作。在高僧们的精心策划下，4万多人经过几十年含辛茹苦的开凿，出色地雕琢出这一世界级的文化瑰宝。20几个大窟中，无不浸注了皇家的意愿，在表达皇家意愿时，又无不涉及他的历史背景，甚至宫闱隐私。北魏传到献文帝时，冯太后登上政治舞台，掌握了朝中大权。云冈石窟工程主要集中在文成、献文、孝文三朝，反映此三朝的历史是必然的。可是在此三朝中，却又横插了一个文明皇太后冯氏，她在献文、孝文两朝摄政，且集大权于一身。这不仅给历史增加了复杂性，也给云冈石窟的历史文化增加了复杂性。如何表现这种两重皇天的局面呢？云冈石窟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人们想起了佛经《妙法莲花经》中的一个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东方世界有个宝镜国，国中有位佛，名叫多宝。他发过一个誓，说当他离开人间成佛后，无论十方国土中任何一处，主要空间下层的五佛与上层的四佛雕工极为精美，形成了一种浓郁的佛国气氛。洞中的飞天面容清秀，体态修长，身体弯曲自然，飘逸优美。窟内布局完整，人物形象众多，雕饰华美秀丽，其中的佛传故事多达30多幅，是中国石窟群中现存最早的有关宗教的石刻连环画。这幅画面讲了一个神奇而有趣的佛传故事。
内容是释迦牟尼的前世悉达多王子是怎样出生的，他的母亲怀胎十月准备回国生产，在经过蓝皮尼花园休息时，太子却神奇地从胳膊底下突然降生。王子的提前出世把途中的四个石人忙得不亦乐乎。这幅画面则是奇象回城的佛传故事。悉达多王子出生，他的父亲净饭王听到消息后骑着大象接太子回城。画面中国王双手高举太子仔细端详，前面有祭乐，后面有侍从，表现了喜迎太子的喜悦场面。三十多幅画面主题突出，情节生动连贯，在石窟雕刻史上独树一帜。第六窟也是云冈石窟中保存较好的一个，是最富丽堂皇的一个洞窟。高17.7米，占据着窟内三分之二的空间。此窟以其宏伟的造像、扩大的洞窟、泥彩的装饰，在云冈石窟群中显得异常壮观。云冈的佛像继承了印度佛像的风格，而印度佛像由于受希腊艺术的影响，佛像大都有一副所谓的希腊式的鼻子。北魏的工匠们对这种别扭的鼻梁怎么也看不习惯，他们稍作艺术加工，希腊鼻马上变成极富鲜卑人色彩的方鼻梁。就在工匠们一点一点的改动中，佛像加速了它中国化的进程。北魏首都大同旧时的民俗风情如今已荡然无存，我们只能依赖云冈石窟中保留的这些石刻来复原部分当年的历史片段了。这是第十二窟，窟内的石壁上正举行着一场大型的音乐会。奇怪的是，音乐会上用的乐器既不是印度佛教传统的宗教乐器，也不是汉族宗庙祭祀或隆重庆典所用的雅乐，而是游牧民族惯用的马上乐器。这些羌笛、羯鼓、胡笳、琵琶尽管与佛教庆典不太协调，但鲜卑人在民族心态的驱使下，大胆地用本民族的偏好和自身的文化传统取代了其他文化，以平衡自己的心态。十二窟又被称为佛赖洞，它气势磅礴，场景壮丽，在全国石窟中是罕见的作品。此洞的主题原意是佛教庆祝释迦成道，设音乐舞蹈组成庆祝大典，但它的艺术形象与实物素材却取材于现实生活，所以这些音乐舞蹈的形象再现了1500年前中国北方若干少数民族的文化状况，完整而生动地保留了北魏时期鲜卑人的文化景观。在佛教庆典上，音乐与舞蹈二者，舞蹈又是主要的，音乐为伴舞而设。佛赖洞舞蹈飞天的风格是浓厚的北魏前期风格，其服饰多为坦上身、挂璎珞、赤脚，这是一种佛化了的北方民族服装，有天竺的味道，也有西凉的味道，更多的则是鲜卑人从大兴安岭带来的东北乡土气息。其舞姿基本是飞天形状，舞蹈发展到能用大型乐队伴奏是文化发达的一个标志。
乐伎们所持乐器约有十余种，四十余件可以辨认。凡是需要设架悬挂或放在桌上的乐器，不适合骑在马上演奏的，都不被采纳。第八窟拱门两侧的三头八臂骑牛像与五头六臂骑鸟像，是中国石窟中罕见的艺术珍品。这些印度来的神仙在北魏工匠的手下变得造型奇特，生动无比，令人惊叹不已。文帝不惜废掉了太子元寻，最终元寻还是被毒死了。父子的情感在国家利益面前显得那样的微不足道。政治的风雨波及到了云冈，第三号洞窟在开凿的过程中深刻地反映着北魏的这段历史。当时一度极尽繁华的云冈已变得异常凄凉。二菩萨佛像高十米，端庄丰满，气质浑厚，衣纹轻薄贴体，菩萨面容亲切，形体丰硕，具有
孝文帝特别准许他们冬天的时候在洛阳理朝，夏天的时候回到大同避暑。这一深受欢迎的休假制度，使朝中的大臣们频繁地来往于洛阳和大同之间，中原的先进文化也被他们带到了大。云冈石窟绚丽多彩的艺术风格。尽管云冈石窟晚期的开窟造像发泄出了大同官吏和百姓的一种情绪，但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留居北方的反对势力日益凝聚，终于在公元523年爆发了六镇起义，云冈的余晖工程也就不能继续，第三窟剩余工程也就只好留下空白而遗憾永逝，云冈的整个开窟造像工程也就完全终止。在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一直有凿石为庙的遗风，每当新的皇帝即位，都会给新的帝后开凿石窟，雕造佛像。魏孝文帝从小由他的祖母冯太后抚养，冯太后是个汉人，孝文帝从他那里接受到极深的汉文化教育。冯太后死后，孝文帝为他守孝三贵族大规模开凿雕造新的造像，这便是龙门石窟的诞生。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以南的龙门口，龙门史称伊阙。隋朝建都洛阳后，因皇宫的城门面对伊阙，因而改称为龙门。这里东西有两座大山对峙，犹如天然屏障，巍然屹立在伊河两岸。驰名中外的龙门石窟就开凿在这里。那么，是什么人，又是为什么要选择在洛阳龙门开凿石窟呢？
根据龙门石窟中现存的造像题记来看，问题的答案应该与历史上著名的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和北魏皇家崇尚佛教以及魏孝文帝拥有重孝思想有很大关系。那么同是由北魏王朝开凿的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和大同的云冈石窟到底有什么联系呢？随着北魏开凿造像活动大规模地由云冈转移到龙门，理想的体现，他以清瘦克削的外貌和睿智的表情为特征。有的造像继承了云冈的利益，就是造帝王的模拟像，统治者希望作为神的化身来永远统治人间。龙门石窟前后修建了多长时间？史书上记载，龙门石窟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493年。自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龙门就成为了开窟造像的场所，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诸朝，直到明代也还有零星的雕造。历史上整个龙门石窟的开凿经历了两个兴盛时期，第一个兴盛时期是北魏年间，第二个兴盛时期便是进入唐代以后的100年间。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孝明帝时期的35年间，是龙门开窟雕造佛像的第一个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的洞窟大都集中在龙门的西山，约占龙门石窟造像的1/3。其中最著名的有古阳洞、宾阳三洞、药方洞等10几个大中型洞窟。在龙门石窟群中，开凿最早的是古阳洞。
这套雕像无论在情节上还是构图上，都是经过精心构思和设计的，显示了北魏时期能工巧匠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娴熟的艺术表现力。石窟中的佛像都是信徒们所奉献的，每尊佛像上都记载着敬奉者的祈愿经过。从这些造像名中可以看出，古阳洞是北魏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这里有为供奉孝文帝而建的佛像，就是这尊。虽然残破，仍可看到这尊佛像面部表情的安详。这尊佛像的祈愿者名叫杨大眼，汉族人。从龙门魏碑石刻中精选的20块造像题记，被书法家称之为魏碑精品。这些题记和题名不同程度上具有书法艺术的价值，为后人研究民族、姓氏、地名、官职、造像题材、文字演变等提供了极好资料。时期开凿的主要洞窟还有宾阳三洞。宾阳洞是北魏景明元年开凿的，魏宣武帝为超度父母在此造像，共有南北中三个洞，因此叫宾阳三洞。中洞历时24年，用了280万人工。南北两洞到唐朝初年才完成。宾阳中洞所供奉的是三世佛，北壁是过去世，中间是现在世，南壁为未来世，这是释迦牟尼的三种形态。主佛两边各有两个弟子和菩萨势力，左边是迦叶和文殊菩萨，右边是阿难和普贤菩萨。佛和胁侍面相都清瘦略长，衣纹折叠规整而稠密，体现了北魏造像的艺术特点。开凿了一些很有特点的洞窟，如莲花洞、火烧洞、皇甫宫洞、魏字洞等。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药方洞。药方洞因其洞窟内刻有大量古代的药方而得名。药方洞开凿于北魏晚期孝明帝年间，直到北齐文宣帝时期才臻于完善，是龙门石窟中唯一具有北齐造像的较大洞窟。从窟内30则造像题记的年号来看，自公元520年至公元1026年，经历了北魏、北齐、唐代、宋代上下达500多年的修造。
在药方洞拱门通道北侧的两壁面上，雕刻有北齐武平六年，也就是公元575年，一位叫道兴的人的造像题记。他在药方洞中造了不少的石像，这块碑文上写道：若不勤栽药树，无以疗资龙骨。他的意思是出资开窟造像，犹如勤栽药树一样，能解除人们的灾难困苦，治疗耳聋眼害等疾病。就在这块碑的边沿上刻有许许多多的药方，药方的字体与碑文的字体差异很大，很有可能是在北齐以后，有人把道兴的碑当作了序言，因是将药方刻在了他的边沿。像这样的石刻在药方洞中共有140首，治�疗病名40例，治疗的范围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等。药方里面有针灸疗法21首，制剂方法有散、丸、膏、汤及外敷，所记载的药达173种之多。据考证，这些药方比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还要早。那么这些药方是怎么来的呢？据考证，龙门药方的来源很可能是禅居于龙门寺院的僧人，将其收集到的药方中重要的和平时常用的作为一种善事刻在了药方洞中，以便让那些朝圣香客和供奉礼佛者按病所方治疗疾病。刻方者的用意十分微妙，他是在借药方的灵验来宣扬佛的神力。如果你取得药方治愈了疾病，还得感谢佛祖显灵。阳洞工程中途停辍后的第8年灭亡了。随之，龙门石窟第一次大规模的营造兴盛时期宣告结束。